到有没有猫咪？你看一下，我因为我都没剪辑，就直接。我有订阅你。好，谢谢。等一下要裁片哈，第一个这边是45公分，这边是30公分，裁两片哈，这叫罩杯裁片，用胚布哈。然后这一片是25，这叫吸哈，25×45公分裁两片。然后这 B 哈，18×45裁4片。A 15×45裁8片啊，很多对，慢慢裁。然后这叫后裙片啊，上面这个都是马甲的裁片啊。然后这个就是后裙片，会做裙子。55×75裁2片，然后20公分裁完之后，里面20公分帮我画一条这样横线啊，这也是一样。我今天有小感冒，所以你们会听不懂。不是我们的声音。55×75，前裙面乘以2，20公分这样裁一片，二百画一片，画一下这个线，然后再裁一片乘以2，这样没问题。因为有一组有4个人嘛，每次人就先去裁一片。那时候我们在聊杨洋。然后等一下我们去贴马甲的线啊，等我把这个线裁一下。这是上午在上那个时尚什么造型设计在做的小礼服，小礼服还没做完。老师说他都没剪。上礼拜拿了猫，有要照顾好它吗？转过来让我瞄一下，因为我才知道叫什么。
切线了哈。有时候就涂颜色的，单色的，对，单色的颜色，光光影，光对对对，就涂，但是颜色没有图案。我上礼拜跟谁见的兄弟，你就很不要，我是这样做。你那个一罐你可以涂多少色，你就可以去转转转。好，等我一下。好，兄弟还没接的，先把兄弟弄上去啊，要平行啊。你好，我要先贴啊，赶快啊！这帮我改一下，对，稍微改一下，我拿线条跟不要这一条线有没有？我现在要贴马甲线，然后没事人可以先裁布啊。好，这边帮我过来，这一条线有没有贴刚上菜单数贴下来有没有？然后帮我过来移过来这边。我一下。帮我过来这边移两公分哈，在这里，我调整一下眼睛看，把它调漂亮。这边上次是不是这一条线下来有没有？对、啊。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包括来两公分那边，只是这边下面移到这边了。所以是这里啊、哦？这里。对对对对。到这里。到这里。对对对。到这里。哦，到这里。对。这一条。对对对。嗯、好，这边到。这边到这边，你们看啊，上礼拜都贴这一条线了。对啊，上礼拜。对。然后这一条是不是就向下了？还不同颜色。你可以用同一个颜色，因为我怕你混乱，所以我用蓝，我用我蓝色，看蓝色线有没有？所以是这一条线。对对对。它、啊、这边呢？这边用中心点下来。两下。也要两边都要。腰围下来十一公分，十一或十二。下十一或十一啊。我要接这个去。啊好。耶、yeah.。好，先贴线啦。我这也贴一下，因为不然我会搞混。好，先贴人才好，胸垫弄上去。然后没事就可以先裁布哈，因为一组四个人嘛，几个人两个人贴人来，两个人裁，帮忙裁布。上次不直接下来，我让他好看就很乖。
你们这组做生态的话，就先做笔记；有布的话，就先拆布。下礼拜才会来。那布呢？布有买吗？一起买。哦。还在飞。那你就先做笔记，然后自己再找时间再把那个进度补上。好。那就是笔记，这是我们的事。因为我里面的东西。另外一边也要，另外一边也要，两边都要啊，一模一样啊。然后上次有贴这一条线有没有？有吗？对对对。然后对方也是过一过来两公分。上次是往下面有没有？也是往这边移两公分，都往旁边移。我从他家搬回来了，老师。哎。我刚刚怎么拿下去？两边都要贴。要，两边都要贴，因为要做一整套，两边都要贴。好，两边是就是都要贴哈，一样的那个距离。我自己也要贴。你们是两边都要贴啊。去吧。你是男生吗？你该不会也是？老师说另外也要贴。另外两边都要贴。你给我爱上去，我不管爱贴。老师，你之前另外一边贴过吗？那没有啊，又还有另外一边。两边都要贴。我说你之前贴过的那边，然后上次就贴了。Mina 的反应。不是啊，你看我现在都贴两边。上次说只有贴这一边。我现在要两边都要贴。上次有贴一些啊。妈妈，那个妈妈是有花钱的。就是帅。我的帅来自于我的脸，我的头发。这种天气很容易感冒。你在吃寿司好吃吗？超好吃，还一盘多少？40，我吃了400块，就是一人400块。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可以前进一点的。可是它不是可以转左右带？可是我都没转到，可是真的很好吃，它冰淇淋超好吃。哦，两边要贴对称哦，哈，因为你没贴对称，做出来就是歪，就是歪。可以啊，这是马甲线是到这边是七公分。对。嗯，下面也是一样。对。那下次就到这里。什么？很多米兰会下地。啊？下地，与神同行。我怎么坐在这？你的地狱是什么？就你死掉会到下面。大家一起讲好吗？对啊，我们是可以上。对啊，看那 Seven 整箱箱包回家都傻了。没事，都怎么样？三公分。然后可以这样。坐下来。转的。跳腰。到了。
就跟这边七公，这七公分，七公分，对。你在这上面，贵贵了哦。对。哦有。哦。然后就这一条，这条线跟这条线，它歪掉了。对，是对的。真趣。三七。看了，看我蓝色的，蓝色的地方。我就是那一条。那个没有，没有，你手先往左边。没有。这条。不。你先往对，就是这一条。要帮我说这样下来。他的屁股一样啊，一样的这样。妈那边在擦。哎呦，叫干妈。干妈。哦，看我蓝色的线哦，其他线都先不要。没有，就上次两个。我这边选第一个。上次你要在上面，剪下来有地方。好了吗？好，来看这边，好的话，这个射入中心线有没有？然后贴这一条，我看几公分？五公分，然后这边三，然后这两边都要贴，两边都要贴啊。五三。六没有，跟要这对这个，这这个对，这个对这个有好处，三，然后对过，十三，五三十三，三，三，这我觉得跟他四十五，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定的吗？没，五这里。不是，这怎么贴啊？不用，餐也是要两片。你们说你。好，蓝色，你先看蓝色那边贴的好。对啊。就这个位置。漂亮吧？这个看一下。看蓝色的那一片。三颗、哦。四颗。1、2、3、4、5颗。好，两边都要贴啊。好，下面要连起来了哈，贴完这旁边这个线，下面这条线要连起。好，这大概就是下来腰围下来八公分，有没有连起来？腰围这边下来八公分。有啦，十一步，可是才三，这
是什么土层什么的。不会这么浪漫。来，屁啊！这一层很多肉，你才很多。我在那坐着，你才没有肉。这个地方有没有？这是腰没有。我以为你没有。哈哈哈哈哈！看到。哪边脏？就是腰围有没有？那你改变腰围是在这里，从这边下来八公分，是，然后连这一边，这样很好，变两个。对，然后连这一边，连到这，分子分子。刚这边的是公分，对。然后看比较亮，就像给你剪。剪黑线了，白色现在看到。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我当然知道剪黑线了。这一条。然后剩下的是不平的。所以看，不知道这个应该跑。为什么？因为看长到。我跟小主播，我这边刚刚都在。总是真的不平。不吗？然后他妈妈就想说要把他叫到更远的地方，结果就带他去日本，然后趁他去买冰淇淋的时候把这上面丢掉，然后他就是一个娃娃，就这样讲。侧面哪里好笑？然后还有我再讲一个，等一下，所以刚刚笑了，等一下我讲第二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空间，有挂点吗？没有。那刚刚的到底哪里好笑？就是有一个空间，他很希望做他，结果他有一次就知道做他妈妈坐在我的附近，然后他就要去接机，结果呢，他等，就有一个飞机，你想要过去看一下，结果你知道下来是谁吗？就是他，是周杰伦。结果他要等的，等了第二个飞机。嗯，你听过这个事？你有条线，然后第二个飞机下来是谁？你知道吗？是差一。结果又第三个飞机来。如果你知道是谁来的，是周小妹来的。三个。这太好笑了，这哪里好笑？不好笑啊。不好笑，我那时候听到快笑死。这哪里好笑？哪里好笑？周小妹回来。老刚这边是。你知道会闻吗？超级更难笑。跟我说，有一天小明去中药材，那老板说他要。你说那什么枸杞？对，地枸杞。那个不是上次幼安在那个。那个第一节的化妆课就讲，超蛮像那会有跟我讲，有没有觉得好像？你在讲什么？为什么？他就是忘记工地啊，然后老板就说来啊，这什么好笑？不是这一场，是我忘记是从哪一场开始，就好像好不好？这个是错的，好，那我课比较好笑。好，这样子。对啊，这到底是哪一场？那你过来看吧，先用主灯。好。下面这边三。那我问你，我问他什么？上面是公车，然后那个公车上面是……哎，我听过了。这边看。
你会请问公车司机什么名字吗？对啊，我这超小超小妈就跟我讲过了。就这样。五三五八，嗯，哦，这不好吃啊！你们的笑点都很奇怪。你的代替的，猪小妹我来救。怎么笑？红黑色的对哦。对啊，我先把直线贴完，等下贴再贴横线，加五下。好，现在贴的就是马甲的裁片位置，马甲就是一片一片合合在一起的裁片位置。接下来是这一条，顺着它这样下来。还是两边都贴一样？两边都贴一样，它就是对的。对对。那旁边那个布的。然后下一条就是贴在这一条上。这一条下来，就这样延伸下来。跟怎样？右拍，我先让你贴纸，现在贴很浅，这样吗？好，你们跟我一起去。要往这一边。我。你不是当指令模特吗？是吗？是吗？跟妹妹的四月呢？是吗？不是吗？哈哈哈哈哈！妹妹的那个指令。到哪里？这里有。超这个大概需要
那个，都可以，对对对，先讲的哦。有有，等一下，等一下，我再听。先等。你看呢？等一下，我们开始贴痕。这个先等。脸到我不行，跟别人这样。你很喜欢吧？啊，我昨天才在一种没说什么。你昨天来吗？你昨天来。昨天露一边，很久没有出现。你没有露一边，你是裤子穿不走。没有，衣服也有啊。我记得我之前有帮你拿起，你记得吗？我记得他以前穿了露一边，昨天把他拉起来。他说干嘛故意的，然后又是拿出来，干嘛故意？好，这个下面，哎，这个下面有没有？离这个是臀，这个是腰围有没有？大概7-8公分哈，八公分，腰围下来8公分。好，如果能来看，就自己再调高一点。就一样颜色就好了。白色。我觉得一样颜色。白色。白色哈，白色。这个没有。因为你不同颜色的话，就会不同块。那就做白。然后如果彩的话，如果上面。你说同一颜色。就是如对，如果上面公分数不够，不是让他点另外一个颜色去凑吗？那不就是上面两个颜色？对。懂主持人。你懂我意思吧？我懂。对。聪明。你就说同，就是我写白色啊。你就说买一个颜色。为什么我的手机没有叫？哦哟。然后那个重的。全部。然后这个那个转过来，这边转过来。然后现在贴这边，我这边这样子。跟我聊天。两边都要。好。贴到这边就要贴到这边。太无聊了。这里这里讲，看我手。好。等一下会过来。好。对对对。好，贴好。胸部是真的，还是假的？谁假的？看不出来。你问他，你留言。你留言问他。是真的吗？通常都是假的。然后你看到、哦、后面这个地方往下2公分哈、啊，在这里有没有？这个地方往下2公分哈、啊，我准备要这样贴、啊那个嗯。我看你们另外一边。你哪里知道？没有。仔细看，我要拉直线。等一下，就是这边2公分有没有？就要拉这一条线，拉到这一条。那个很厉害，拉到这边。好出绝命针，超像那个黑人的，好出绝命针，很搞笑。好，就这样拉。那个黑人的应该这样拉，拉到那边啊，这边好，这样就好。你真是横线就出来了。我是韩国哎，你是哪国？我打黑人的。两边都一样。对对对。另外一边确定吗？好，两边都一样。确定吧。确定啊。对。对。白眼。3.2块，我找到的，便宜吧？便宜。这样子。全部就是这个布买6码，然后只要100多。你看了吗？不是，你很好贴。我就放在那边。对，我今天好的，所以你是单眼皮。好单哦。我们另外一条。好了吗？我不喜欢穿。黑色的东西。黑色的东西。好，然后下面。来喽。好，然后下面8公分有没有连过来跟它连住？没办法，你要先贴中间，先过来看。这边2公分，这边2公分，帮我贴这一条线到这里。这个都长得一样。对对，这样贴直线到这边。
是你跟妹妹讲很痛吗？嗯，又要讲你讲好，我们不要下地狱。算了，那我要送天堂。不是有一个七十，我们就一起的下去。你看他 MV 吗？还有破。哦，你说一直破就到那个。那这个是真来的。我十五层七十五嘛，先前这一块，然后这个在里面二十公分有没有？然后画一条那个横线，就这样。就看起来看这张照片啊，你觉得有意思吗？这边的，先讲一个五十五层七十五，这边只有。今天填充，我偷了一张照片。好，下面就把那个。然后难受，会不会被他自己擦死？你讲的啊。会不会被他自己擦？公分要画一张不一样的。一码等于90公分，我们要买6码。然后我们那个一件是50公分，所以我们总共下面连起来。下面连起来。不是，它是一码九十，但是它下到一次就是50公分。我看到，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有点没有转。等一下，所以是50乘以2，90。那我们开始转六码，转稳了有没有？那就不会少。540，然后除以50。直接看都有差呀。这边要2码。一码下单14码，10.84。这边11码。然后过跟它那个连起来。对啊，是。我刚电脑课就在想这个问题。要多久呢？我说买四。要我也说从那个下来8公分，然后这样，它一码是多少？3.3。对，就这样过了。3.2，人民币3.2乘以2.6。那个便宜就多一点没关系啊，那11、12都。所以我们买完才192。对啊。75公分。它这个不是也用吗？鼻子没有，有吧？打，我记得有。啊，还有一点点。可以打起来。他们晚上睡觉看不到。晚上睡觉看不到。就是不关灯，那我看不到。你那边看得到是哪只眼睛？一件。你有看到他就是骑这个车的时候，他拍了一个现实，然后那个黑人就是当做不理他，好舒服。用完就就是很甜，就很没有热络的感觉。对，他就坐在那边，然后看旁边阿紫那边，我们都录音去了，然后一直都没理他。那他们怎么沟通？就是 Google 啊，一直。没见到怎么办？所以你要想办法认识。这边很中肯的问题。可是他讲电话会讲很稳，还是我的口音简单的吗？你吃了吗 ？Are you hungry？ 每天都讲这句。好的话，看那个。然后其他都用反的。我简单的，真的，你是杭州人，然后他上英文，等一下开始啊，贴这个啊，先贴先贴这边，两公分开始这样，每隔2公分就开始这样，我先贴，先贴这里，然后等下再贴。玩一个词，我没看到。二来，怎么？
八公，下八公。再帮我拍一下，我转给我男朋友看。全高多少？我知道宿舍的地址。中小街，我会发小。23号。是23号吗？是23号。你不是知道？因为我都会叫麦当劳。那你在看麦当劳的？然后这是三十块基础的两片刀。好，这个。这边八公分，把我跟这个连起。你怎么打中？我这边也八公分嘛，这样对的。为什么你会拼呢？没有没有，就是顺着它。假设我这边，你去学的。可以去住你家，住不下，太多人。对，太多。
你家是市区？就是像台北市那样。哦，是高楼大厦。嗯，天哪，听不懂。为什么？很高的房子，很多车子，像死高的那样。哦，很多车子。老师，你的手机吗？有效。啊，老师不在。然后，就是甜。用吃掉会长米的那个长米甜要怎么讲米就种东西啊这一大块哇就是不是这一条你吃东西是不是要从鼻子进去啊所以我们每天吃一件的西皮没有错误他很冷静问他高楼他听不懂高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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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家是在那边，不是，一二三，三，哦，这么一二三一二三，三楼半，不是三楼怎么样？三楼，二楼中楼，就是三楼里面还可以再走上去，对对，我觉得楼中楼，你家是一栋，几楼？总共几楼？这样就是透天吧。嗯、所以你们家有几楼？三楼就一个小小的、啊，三个楼而已。老师，你手机刚好响。好，先不理。所以你家很大。对对，两个我们，等下先贴同一个方向，这样比较熟。贴好来贴。这个打开100平。6个房子，好，这个先贴完，我们就先休息个10分钟，等一下就来开始配部落剪好不好？我们就要开始了。你要用？等一下，这个先贴完先休息。是你家的吗？那栋。搬家了。那你在夜店，然后传这个给他。真的可以。哈哈哈哈哈。他会发现你可以捡很多的。他也没关系。他有发现。下次可以试试。嗯。就下次多拍几张。哈哈哈哈哈。拍完然后放置，然后他今天问嘛，就传第一张；第二天问就传第二张。这种有吗？哦。视讯。而且要讲。你说我睡着了，那是什么星座？好，我等一下。不知道。六。这七片最好在九片。双子吗？A 还在九片。六是双子。六是双子。要画好 C。天蝎。哦对。你们都是天蝎。我不是啊，摩羯啊。哎对。他跟紫菱命。我们家。那属灵呢？天蝎。但他还跟他四月，他说他跟你们不一样，四月吧，苏玲说四月不是吧，牧羊是牧羊吗？我不知道，他四月十五，十一月是天蝎，哦对啊，那应该是牧羊。天蝎，哇，这种年纪巨蟹，因为他们全部已经过年前，所以不应该。我都和你刚过年，看不到你让他。还有另外一边，他不喜欢你管他吗？
你会管他吗？你应该也会管他。我，你不管鞋子，他不喜欢。要不要开风扇？不喜欢人家管。要不要开风？他不喜欢人家管。对的，没什么概念。因为我男朋友也是双子。放另外一边。真的，贴完就走。我男朋友也是。天蝎座会管。啊，他不喜欢，那怎么办？可是他们两个一样吗？一样。男生会管，女生会管。
不要写，不要写，我看不懂。不一样，三米。听你说十八拍，看一下，还有六片。好了吗？还是五。哪里不一样？上面，大家来找茬。放下。那上面这个里面，上面那个。好，先拿这一片，然后抓了这一脚，左手抓这一脚，好，现在要做的是罩杯的上面的这个地方哈，把这个脚这样子扶上面一点，弄在它上面，然后扶进去，整个盖住它，有没有？盖住你这个罩杯。好了吗？好的话哈，拿笔哈，我们处有贴那个贴线有没有？把线描起来，这样，这样下面就用虚线描起来。要算出来的。旁边，讲一下，旁边要留这样子，带这么多，不要，刚刚好，让旁边再留一点五以上。好，把这个上面先看完画的。你那个人家写是无无大大的，还是走？把它画起来。两边都要做啊。先画起来哈。所以现在可以拿第二块布都在上面，因为两边都要做。对，一起画。没有意思。首先要画土，啊，都顺着那个线画。土，好，然后但是为了怕搞混，在上面写上片，就上片，直接写在上，上片写上。好，然后接下来好了吗？出，盖打，写个上片。出，盖打。你俩选片机。等一下这边做完再做隔壁这一片，一模一样。好，然后画完之后，旁边各留一点五，旁边都留一点五。留一圈一点五。那是因为我们不会拼。因为他们是拼起来，又是就是键盘的字怎么念，怎么就是拼出的，像 A B C D 一样，就拼上去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就念出来，就知道它的发音。中文不是，还好我已经学会中文了，可是我们还是没学会英语。等于说这是我们的上片有没有？我旁边都留一点，整个旁边哈。留一圈一点，全部哈，一点五哈，或者开电扇也可以，怎么便宜？这样蛮。所以大家评分也应该也不会超过四吧。我还以为会破五吧。好，有没有画了一圈1.5的看到？我以为还有一圈。好了吗？就是真的很。然后等一下我会把这片剪掉，有没有？不然你怕会位移的话，你就稍微固定几根。等一下要剪掉这个，怕会位移的。有点难找，里面固定在里面。不怕位移啊，先固定好，那就拿剪刀哈，剪掉哈。你可以，你可以，你不能调小一点，那是风扇。
好，不要剪到我的台哦。不要小。不要干嘛？要干嘛？调小一点。为什么？很小。然后旁边都留一点。啊，他是很小。不敢啊！不敢。好，另外一边一起做，做另外一边。没有，另外一块布，也是罩杯那个彩片。一样的方式。如果刚才做过的人可以给没有做过的人练习，这样就会学到。哎呀，这边有人出错了。我看你刚才拍的。好，做完这个之后再帮我做隔壁。我以为是。先讲一下电话，先。你们需要一下剪那么多夜店，在地上剪到别人倒。101场店。
有做才有学到东西，这样很轻松。好，然后会做的人就可以在旁边，会做的人就可以在旁边指导，不会做的人啊，就让大家都有练习。是，对，四片。我们现在做都是用胚肤做，如果你以后有兴趣的话，你再买你自己要做的块，按照这种方式做出来，就可以做成那个。好的话要跟我讲，我再教下一个。你哪是这礼拜才回来？对，十五的还有七天，他今天才来学校。那然后为了上你的，对，为了上你的课。不想缺席你的课。你有先给他看吗？之前你有看他护照没有？那二十五的哇，后五十面穿好，穿好，支持好，好。坐在我前面，我先选二十五，穿好的。是想很早的点。韩国现在冷吗？还是开始变热？光太热你呀。哦，就是。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有下雪？有。这样。那就是从这边再往外扩展。
搓嘎哒。对，就等于说你这边没有量，接着你就往外扩。搓嘎哒。简单死了。哎，你们没有要做过就做了这些。有。搓嘎哒。我要传传的那时候，哎，你刚才跟我讲那个贴图，我就蛮想拿的。是吗？很像吗？像你这边的贴图，你的是纸张，两面都在纸张的。你错了，我指的有人在哪一块？找你错了。是拿刚才剩的，还是拿剩的？这样子，这样会比较。在这个台阶。剪刀哦！结果去韩国只会讲这一句。你不是在跟谁？卢嘎达。哦。再练习，给那个什么方位？啊？等下会做这个，这个不要放上去吧。然后就已经做起来了。先放一点。好。就是因为我今天奥运已经放上去，不就会受影响？所以让它保持完整的状态。五个，整个人满了，收钱了呢，老师，我是350，338，355，你拿交钱，保护费，我好好心哦，哎，可乐的，不可以做，哇，刚好，好，可以用啊，拿加班。因为那个坏掉，我跟你讲都会掉。还有什么？有没有一点？我们忘记留好，就还有。好，等一下。六片在上面都行。18号6片，对，多一片。片吗？就两片。那你是真的？六片。六片都变7片，没有了。啊，没事。我们上菜有人吗？有。好，然后留一点，哎，只剩有，然后留一点，只剩。然后这边缺一角，这边缺一角，好，那我要怎么剪辑？你看，那边是一角，然后。多了。你们的都刚刚好。那我要找64。六嘛，你刚刚我都买过，这个直接折多少？等一下，等一下，六嘛，少说，直接折起来解决了。反正之前也好玩的，之前是我来，好了，三个人都在玩呢，我带回家，因为老师说六，然后不好，最棒的，是多少？3000。那你也可以给他，只要5点。好，我再给你10块。然后我们就上到下课。可是你还记得哪一片吗？哎，要上班了就要分手。上班就让他先离开。哎，我还没点名。很恶心。我们应该肯定都有认伤的。难度太难，太多了。太多了。200。来，我先点名。太难了。